白的心跳如此慌乱，为什么我的如此平稳？在主人心动的时候，凤鸣岛会发出心跳的声音。春花姑娘，我喜欢你，这一生除了你，我没有对哪个女孩子动心过。我想以后一辈子都听你喊我相公。终于搞定了，但是我怎么不激动呢？恋爱是这样的吗？可能是因为准备不足，还有点老套。这个告白，我接受了。不过我命令你，以后一定要认真对待这句话。相公，未来的萧夫人得知几日后就能拿到长生果，激动得睡不着了。是你想要吧？我对这种俗物不感兴趣，不过既然有热闹感，就不能平白错过。那你就对长生不死一点兴趣都没有啊？你呢？可有兴趣？长生不死有什么意思啊？对我而言，有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，那可比长生不死好多了。只可惜爱情这东西，动辄撕心裂肺，丑态百出，到头来也只是两手空空，唯一的作用就是让旁人看到滑稽可笑。你懂什么爱情？那你又来凤鸣山庄干嘛？我想来就来。自从小春花不叫哥哥之后，真是越来越没大没小了。你就不怕我一时生气杀了萧白？萧白已经练成了凤鸣刀的最后一式，杀不杀得了他还不一定呢。你倒是挺关心他的，可惜小春花不知道你在他萧白心中的地位，比不上家国大业，比不上武林道义，
甚至比不上那把祖传的凤鸣刀。小春花不信，那我们等着瞧。冷掌门，好久不见，彼此彼此吧。听说冷掌门代为少盟主主持武林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还不是因为一些伪君子口口声声行侠仗义，个个心怀他念，老夫不得不出手清理门户，为少盟主稳定大局。笑话，你假借少盟主之名诛杀同道中人，少盟主可曾知道？只要你不说，少盟主何从知晓啊？冷掌门要杀人灭口，那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哪里哪里，老友见面嘛，免不得要交上几招。年少相识，只可惜谁让长生果只有一枚呢？哼！禀报尊主，风谦未已死，中的是蒲公英的毒。你去让石先生准备一口上好的棺材。遵命。随风掌门。啊，胡秀啊，随风掌门。陶然掌门，幸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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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里面请里面请。继续监视这些人的行为，这次我一定要拿到长生果。是。上官秋月，长生果。
我看你们到处都没找到，倒是比长生国本身更有意思。我无牵无挂，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。你真的对长生国不感兴趣？看来，我得找到你的软肋才行。